接下来要期待的是我们的诗丁。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啊，你的最高音在哪里？真声吗？真声或者混声或者假声都可以。可不可以你的高音里面是带着不同的情感，一个愤怒的，然后一个梦幻的？好，试试看。好，我们把舞台交给诗丁。缘分无字的书，莫想情深的毒，写梦话几番彻骨，最怕一个人怒。好，梦幻。